大家好，我是子晴，我在人文古城西安问候您。生活中我们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快乐，归根结底是想要的太多，不喜欢的事情太多。用乐观的心态对世界，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也会开出花朵。就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一句话，心若是牢笼，处处为牢笼，自由不在外面，而在于内心。人生有三把钥匙，接受、改变、离开。如果学会了这三点，你将会快乐很多。第一把钥匙，接受。有这样一则小故事。一天，一位心理学教师给学生上课时，拿出一只精美的咖啡杯。当学生们正在赞美这只杯子时，教师故意失手打碎了杯子。望着地上的碎片，学生们不断发出惋惜声。教师却微微一笑，指着咖啡杯的碎片说，你们一定对这只杯子感到惋惜，可是即便在惋惜，也无法使咖啡杯恢复原形。如果今后在你们生活中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时，请记住这破碎的咖啡杯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遗憾的事，但无论你有多不甘心，多不情愿，都无法去弥补和改变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既然木已成舟，就不必再去拘泥和僵持。著名哲学家托马斯·卡莱尔在40岁那年终于完成了第一本书，他迫不及待地将书稿交给了自己的好友穆勒看。穆勒不敢辜负朋友的重托，他推掉所有的食物，将自己关在书房，花了整整4天的时间，将全书仔细而完整地阅读了一遍。当他读完最后一页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将书稿放在椅子上，走出书房，来到花坛，思考该如何用自己的影响力，使得这本伟大的著作能尽快引起外界的关注。当穆勒离开书房后，一阵风吹来，将椅子上的书稿吹落了一地。前来送甜点的女佣看到后，以为是被主人丢弃的废纸，便将它们捡拾干净，并顺手将它们投在了火炉里。当穆勒来到卡莱尔家中，将这个难以启齿的坏消息告诉了卡莱尔，卡莱尔一下子惊呆了，许久，两个人都沉默不语。最终，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卡莱尔对愧疚难当的好友说道，好了，我的朋友，你不必那么痛苦。我决定从现在起重写这本书。曾看过这样一段话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请安静且愉快地接受人生，勇敢地、大胆地，而且永远地微笑。其实，在这个世上，总是有太多不够圆满的事。既然已经发生，既然难以改变，就学会平和地去面对和接受。如果去强求，最终为难的是自己；如果去纠结，最终伤害的也是自己。第二把钥匙，改变。三毛曾写过一句话，偶尔抱怨一次，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，也无不可。但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，便是不聪明的人了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些抱怨，工作难做，生活难过，钱也难挣。但其实，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和负担，与其去发无意义的牢骚，做无意义的消耗，不如学会去做积极的应对和改变。作家蔡澜曾在书中提到一件事，有一次，蔡澜在酒楼饮茶，看到进出口处有一个小丑。小丑是年轻人扮的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泵，把彩色胶球打入一半的气，然后折成一个个小圆球，组合成一只米奇老鼠，送给小朋友。蔡澜感到很好奇，上前跟这位年轻人聊起了天。年轻人原本是一个写字楼的送信员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，就想着要多学一门手艺，挣点外快。蔡澜问他，做气球公仔的技术，谁教给你的？年轻人说，没人教，
到书店买了一本书，看图识字就学会了。也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失败了再学，总能学会。蔡澜又问他的收入，他说写字楼每个月大概挣4000多元，兼职是5000多元，每个月加起来大概有10000块左右。那酒楼怎么知道你会这个？他们又怎么会请你？年轻人解释，每一家去表演给他们看，每一家去问问，总可以找到一两家。同样是面对生活的压力，有人选择消极抱怨，有人选择积极改变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都是逼出来的，本事都是熬出来的。遇到问题只是一味的抱怨不改变，就不会有任何好转。只有多吃苦，多受累，多个能力傍身，才能有更多的选择和余地。人生从来没有所谓的穷途末路，不过是你没有竭尽全力，才会以为前方无路。当你拼尽全力去努力，终会找到出路。第三把钥匙，放下。一位小伙子到山上去请教禅师，说我放不下一些人，也放不下一些事。禅师说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。小伙子说，可我偏偏放不下。于是禅师递给他一个茶杯，然后往里面倒热水，水满溢出，小伙子被烫到马上松开。禅师说，世上没什么放不下，痛了自然就放下了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会有太多执着，有时你越去执着，越容易越陷越深，你越去较劲，越容易让自己走向泥潭。只要你放开手，一切才会变得举重若轻，只要你放宽心，一切才会变得云淡风轻。著名企业家潘石屹曾写过一篇文章，他提到在他小时候，有位远房叔叔是学校的老师，但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不好，但潘石屹却总考100分，让这位叔叔觉得很没有面子。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他在小学4年级才有资格戴红领巾，但就在老师给他系红领巾时，那位远房叔叔出于嫉妒，当着全校100多名的面把他拎起来放在讲台上站着。当时许多调皮的同学往他身上吐唾沫，还有的同学在嘲笑他，好几个老师求情让叔叔放他下来，但叔叔就是不让。就这样，他在讲台上站了1-2个小时，这个童年阴影一直困扰着他。他整整记恨了这个叔叔34年，虽然后来这个叔叔离开了人世多年，但每次一想起他，潘石屹心里都特别不愉快。他原本以为记恨叔叔就是对他的不放过，但没想到到最后他不放过的人居然是自己。或许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，无法放下，乃至无法罢休的事，但你越去计较，越会心如刀绞，你越去铭记，越会痛不欲生。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，才能打开和解开自己的心结。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，才能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。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各有各的苦，各有各的伤，各有各的痛。就像有一句话说的那样，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，烦恼皆境由心转。当你接受必须接受的，就没有翻不过的山。当你改变可以改变的，就没有过不了的关。当你放下应该放下的，就没有解不开的结。往后余生，愿你相信一切都能放下和释怀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，表达您真实的感受，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생각할
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